下面请欣赏《爱情万岁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刚才是高峰，哎，栾云平是高峰，是我师弟，嗯，栾云平是我徒弟。哦，高老师说相声最卖力气，是啊，话筒都湿了，不至于话筒湿了，不至于湿到那儿去，你去。哎呀，谢谢吧，啊，高老师唱快板唱得好，哎，人下过功夫，代表着老北京传统曲艺，是，他也是在八宝山曲艺团进修，嗨，没有，一晃啊，啊，高老师到德云社来的时候，还是个小小子呢，啊，年轻那时候，像现在跟中年妇女似的，都改性别了，让他们休息一会儿，啊，又换上我们老哥俩来了。叫第三次上场了，您觉着您老不老？哎呦，我觉得岁数是慢慢一天大。我认识他那会儿啊，嗯，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儿。啊哈哈，您可能也是太使劲儿。现在都有白头发，就是年龄大了。哎呀，你也别说别人，嗯，我也是这样，都在长吗？我原来站台上说相声啊。嗯，三个钟头五个小时不觉得累，年轻，现在时间长了腰酸腿疼了，就是他媳妇儿都说我，我媳妇儿说你什么了？你可不如原来了啊。谁说的呀？这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？这个不光你媳妇儿啊，高峰的媳妇儿也这么说。是啊，嗯，好多说相声媳妇儿都这么说我。人缘不错，那净交朋友了，就这个呀。玩笑说玩笑，嗯，人老不以筋骨为能，这是老话啊。嗯，但是上台说相声还是最开心的事，那是高兴的事啊。尤其是于老师带着全家跟我合作，谁呀？很高兴啊。有时候你老说在台上，应该又说人家嫂夫人如何如何的，嗯，其实还是那句老话啊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啊。对。你以为我在台上说谦儿嫂，嗯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你就是这么开心，我看，别，这人就这就没意思了。不是，你这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是，真到台下，你要见见人家两口子，你就知道，嗯，谦儿哥、谦儿嫂，人家这个感情，嗯，那是针插不入，水泼不进。哎，我们倒是有感情基础，人家这个。青梅木马啊，木马呀，什么青梅竹马呀？青梅竹马，对，俩人的感情是这份儿的，还行。谦儿哥本身人很正直，是真的热心肠。嗯，有这儿待着了，嗯，门口饭馆，于老师，嗯，帮忙吧。于老师打开那包啊，拿出一白帽子。他们叫我叫的有点勤了，这个。哦，老帮忙，您说过一回了，这我说了啊，多新鲜啊。哦，那是说。可能第二天又叫了，啊，对，天天帮忙去啊，人很好，人好的什么程度？什么程度？他连洗头房都没去过，这叫什么评判标准呢？这个，现在可能也没有洗头房了，这没有。20年前，嗯，那是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场所。什么词儿？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，点着一个粉色的灯，嗯，里边坐着一个老大姐，嗯。画的口红描的挺好看，嗯，他说他是美容美发，嗯，你把他那屋拆了，连一把梳子都找不到，人家不用这工具啊。这个地方于老师没有去过，我都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。从这儿走就走过去了，哎，路过，被那个大姐敲窗户喊他，哦，噔噔噔，嗯，玩会儿嘛，嚯，啊，谁玩谁呀，啊？这个怎么这么粗的声啊？于老师能吓一跳，那是，哦，多少钱？我嗨，我这就别问价了，我就没去过啊，那就别问价了。人很善良，是疼人，应该的，对我最好啊，咱们关系也好，真的啊。嗯，有时候我一提，我特别感动，是吗？你比如说谦儿哥，嗯，今天休息，哦，炒一桌子菜，做饭，打电话叫我去吃。行，你吃饭正常。那个兄弟啊，滚！这什么意思？就是
双方都很开心。你问我了吗？又打过来了。那个，来，德刚啊，滚！还是这句，兄弟，滚！就心里热乎乎的，是血压都上去了。一会儿，他媳妇儿给我打电话。你要死啊？滚过来吃饭来。哦，来了。嘿哈。怎么他一说话你就来了？你嫂子叫我了。哦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啊。你幸亏想起这句话。哎，洗澡换衣裳，喷香水，干干净净的去。干嘛去？我嫂子叫我吃饭去。哦，哎，到了。嗯，这是于谦的家，他认识。伸手敲门啊，啪啪啪，啪啪啪，这是敲门声吗？这个怎么这样？您？啊，有门铃啊！你有门铃、哎、没看见啊？不新鲜，啪啪啪！嗨，什么缺德门铃啊？这声！哎，太好了，在哪儿买的啊？哎、行，就不用打听了。门一开，啊，来人了，嫂夫人出现了。她开门，穿着个超短裙。你瞧这什么场合穿超短裙？不是特别的短，到哪儿啊？锁骨。锁骨，那不是超短裙，那是假领子，那是。上头这个边在锁骨的上头啊，我说下边在锁骨的下头。哎，这不是还是那么长吗？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 啊！进来，快进来，进来！哎，进来了。嗯，桌子摆好了一桌子菜。哦，快坐下，坐下啊！哎，嫂子坐我旁边。是，谦哥在厨房正忙活呢，我得忙活饭、啊。一听说我来了啊，打厨房出来了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哎，我这是要现形啊？是怎么着我？干嘛呀？王八精这是，屋里炒菜，拿着铲子呢。啊，我把它撂下再说话不行。啊，嫂子，回去。哦，来吃饭。啊，哦，来，嗯，吃豆腐吧。对，吃什么豆腐啊？麻婆豆腐。说清楚。哎，你看看这个菜，还有别的吗？给我蒸了一盘金华火腿。哦，嫂子，这是什么菜？你傻呀？什么菜？有一腿。你们这关系非搁在明面上说是吗？吃着聊着，啊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谦儿哥打厨房出来了，那就是忙活完了，把围裙摘了，我就摘围裙就别涮脖子了，我就。嫂子递过一杯凉啤酒，知道我爱喝这个，辛苦了，喝喝了吧，瞧瞧，谦儿接过来，我这干嘛呢？这还有沫儿是吗？喝了，可不是喝了就完了吗？喝完了，嗯，嫂子开心了，嗯，那个我想喝一点北京的豆汁儿，哦，想喝豆汁儿，你去给我买吧，这还不好买。这个豆汁儿啊，是北京南城很小众的一种饮品，是在北京城也没有多少人喝，南城多，全北京城就是南城有两到三家卖这个。他们家住在北京的锦北边，北边，嗯，他窗户后头就是张家口，嚯、哦，这大北边了。嫂子说：“你给我去买吧，还得买去。你别开车去了，怎么呢？你喝酒了？你瞧我这杯酒喝的。二哥，骑自行车去吧，那可不是吗？哎，骑自行车走了。嗯，你想来回七十里地，差不多。”他回来夜里十一点半，嗯，进门喊我们俩，是醒醒醒醒，你们俩都睡了，喝多了啊，还醒醒醒醒，嗯，早坐起来了、哦、谢谢你谦儿啊，那个我又想吃天津的煎饼果子了，好家伙，您先把豆汁喝完了再说、啊、你去买吧，哦，你开车去吧好吗？废话，上天津我再骑车去，他开车奔天津啊，煎饼果子是早点啊，啊，等到次日清晨六七点钟买完了，买完之后呢困了，在车里睡了会儿、哦、赶等再回到北京已经是中午一点半了，好家伙，一天一宿，把我急的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你急什么呀？我得回家呀，啊，你早该回家了你知道吗、啊、就说我们好是吗？就刚才这件事情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吃亏的，
哪三个人？你说说。发自肺腑的疼人呢。哦，他有事儿他也找我呀、啊。我有什么事儿找你、啊？我们仨人互相帮助。我能。你比如说我心里别扭了，跟谁打起来了，心里别扭、过不去了，是谁劝我也不行。哦，最后一定是嫂夫人，把我说服。怎么那么别扭？这话听着，啊，他有别扭事儿，他得找我，我能帮他处理。我找你什么事儿？他出去拍戏去了。啊，嫂子发微信，累不累啊？嗯，他那累得不行了。嗯，回微信，太累了。啊，还睡了三个小时，可不是挺好的？这一晕乎呢，字儿写错了，写成什么？小时写成小姐。哎，啊，太累了。嗯，才睡了三个小姐，那是够累的啊。嫂子气坏了。嗯，这两次跳槽啊，我还跳槽呢，跳什么槽啊？一回家打起来了。啊，你上门口跪着去吧。完了，谦儿上门口。我这是趴着呢，不是跪着呢。给我打电话。啊，兄弟，我出事了。哦，滚！又来了。那个哥哥求你滚。没完了。我这儿滚。什么意思？一会儿他媳妇打电话来了。啊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滚！你听见什么了？你就马上就去。嫂子哭了啊！一到门口，他在门口正跪着。你瞧，我倒是不变姿势。怎么了？问问吧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一说，把这微信给我一看。嗯、哎呀，你净惹祸！我跟你讲情吧。讲讲吧。低头。我从我这儿迈过去啊？你整跪在门口吗？瞧跪这地方。我进去了，谦儿在外头，把门给我关上。我还望风呢，我在这儿。下午四点半来的，嗯，转天早上9:40我才出来。啊，我还得上天津买点煎饼去。嗯，一天云彩散，转过来了。那是，嫂子不生气了。哦，挺好。嗯，但是后来我也说的，我说你们不要再打架了。怎么呢？我实在受不了。我用你啊！我说，我认为你们夫妻啊，要想解决这种矛盾，嗯，应该要个孩子。他说：“都累吧？啊啊！我给你倒什么辛苦啊？我你这个主意出的太好了。哦，啊，我同意。嗯，没多久，嫂子怀孕了。嗯，你看他说准了这事儿。哎呦，把我高兴坏了！你老跟着掺和什么呀？这里头替你高兴啊！啊，跟我亲哥哥是一样的。哦，我走了街上，精神状态都不一样。嗯，好多人看我，他怎么那么高兴？嗯，他跟又有孩子了似的。”这几个人怎么那么闲了呀？你看，开心啊！包括到后来到医院去检查，每次都是我们两个陪着嫂子一块儿去。你老跟着掺和什么呀？这里那个医院的大夫是咱朋友啊！啊，你的关系？哎，这是咱们哥们儿啊，大夫。嗯，嫂子坐好了。是。哎，嫂子坐着，他在那边，我在这站着。你看他都不走。大夫拿着片子，嗯，看看，看看签儿。哦，这孩子不是你的呀？这玩意儿能看出来？我这个冷汗就下来了，这又来了。嫂子一转身就跪下了。啊，谦儿，对不起。哦，谦儿的表现也吓我们一跳。我说什么？发生了什么呀？没明白，怎么了？傻小子，行了，别摆姿势了。这大夫把这片子啪就扔了。啊，又拿起一张来。哦，这张是你们的。哎嗨，好嘛，医者父母心呐。啊，这叫缺德。后来。嫂夫人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这不挺好的？哎，起名叫郭小宝。对，谁呀、啊？郭像话吗？什么？姓于？哎呀，姓什么不吃饭啊？这没听说过。这就看出咱的为人来了。怎么呢？做好事不留名。叫我来了，我给孩子起了个姓儿、没听说过姓儿有起的吗？就是我们两家、啊、好的就跟一家是一样一样的。哎，还不错，真很好。你包括只要一出去演出去，嫂子就。嘱咐他啊，谦儿，嗯，那个我嘱咐你啊，什么事儿？你出门在外啊，这回走好几天啊，你照顾点德刚啊，嗯，啊，他要是有个感冒发烧了，你就死在外头别回来。哎呦，好嘛，就咱心里豁出去了，热乎乎的啊，你是热乎乎的呢，但是其实不用嫂夫人嘱咐，怎么呢？他做得很好，是吗？我现在已经非常的害怕于谦老师照顾人。
你看怎么叫害怕呢？他比我大四岁，嗯，一天到晚他要是照顾我，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，啊、哦，不踏实。后台演出换衣服，嗯，脱了大褂，换鞋换袜子、嗯，你一脱袜子他就过来了。我干嘛去？你看过来把袜子抢走，嗯，回去给你洗，哇，回去给洗袜子，洗袜子，洗袜子熨平整，喷上香水送回来。小伙还真细致啊！你说咱好意思吗？嗯。你就跟他抢吧，抢吧，您别管多了，自己来。嗯，你一抢，他抢过去，把袜子就塞嘴里。这我太贱了吧！我还塞嘴里。要是出去有个三四天，啊、他可得意了。怎么呢？上房间去搜袜子。我这上瘾了是怎么着？要是发现有没洗的那个内裤，那是最好。这也管，各有三四条内裤。哎呀，高兴啊！哎呦，眼泪都下来了。我要哭，人生太幸福了， 啊！拿着，好，嗯，高兴。前些日子欧洲巡演不就是吗？啊，打我那儿有三条内裤，三条裤衩他抢走了，啊，回去非给我洗，哎，洗完晾干了送回来两条。怎么我验了一条啊？认错了，记错了，那条是我的，他以为是他的了。哦，他就留下了，弄混了，我也没往心里去啊。他就穿上了，把我裤衩穿上回家了。嗯，到家一换衣裳，他媳妇乐了，乐什么？哎，你怎么穿德纲的裤衩啊？没事，后来啊，这个别后来了，好上下级的您这这个心里说就没完没了了，是吧、嗯？一说一乐，大伙儿出去也不要传，是啊，因为传不好听啊。您说，嗯，别说好不好啊？很开心，嗯，每年都来两次上海演出啊，一般是上半年一次，下半年一次。对，每回来换的演员也不一样，嗯啊，这个但是高峰是每次都必须要来的。那是一直跟着我们商演，因为我们跟高老师私交也很好。对啊，高老师是我们的左膀右臂啊，这好哥们儿是不是？老高，高老师上来聊会儿吧，来。人非常好，哎，您夸奖，相声说得好，哎，一般，基本功扎实，倒是练过。为什么说得那么好？原因是呢，他有个好师傅。这话不假，哎，他师父是一个著名的相声爱好者。哎，您先等会儿，我师父是外行啊，啊，老艺术家，他的师父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哎，王小二先生。哎，您听这名字像艺术家吗？王小吉？不对，张小二？不是，范振钰先生。范振钰？哎，犯了罪，镇压在监狱。没有，您别胡批了。没有啊，就是范振钰先生。范振钰先生，对啊，我们的老前辈。没错，已经去世了。嗯，不少年了。是哪年政法的？哎，啊、政法不是这词儿，我们听着都别扭啊。08年故去的，08年故去了啊。哎，我有印象，是吗？老爷子是天津人，没错，去世也是在天津。哎，那天高峰还在北京演出，对，演完了之后，从德云社往天津的医院赶，哎，最后一班火车，我印象特别的深吗？是了，是不是？赶到医院还看表，嗯，11点多。后半夜了，快冲进病房。对，他师傅躺在那儿，这一帮徒弟围着炕边一圈啊，都到了啊。高峰也来了啊，师傅，啊，我来了，师傅。风尘仆仆，回头看表啊，11点多，不到12点。是是，师傅啊，老头儿，别赶了，没事儿啊，你行，没事儿。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还可以啊，还挺好。你别看插着管子，啊，嗯、氧气，但是没事儿。我认为我还能够坚强的活下去，哎，那就行。我还要把相声带给观众，哎啊！高峰眼泪都下来了。师傅，您别说这没用的，没用，什么叫没用的呀？啊，孩子，踏实住了，我还能活啊，就是。哎，嗨，行了，嗯，走，这是把管子都给拔了。哎，好嘛，那师傅去世，那还不去世？为什么呢？嗯，因为。老爷子的病房和医疗费是徒弟们每个人负责一天，嗯，明天就该高峰给钱了。哦，对呀，
我不能让他过12点呢。那所以赶过去嘛。要不进门一劲看表呢？但是在火葬场追悼会的时候是高峰这份的，那是我亏着心的啊。师兄弟们，各界亲友们，嗯，不要哭，是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！师父给大家带来快乐一辈子。对，我们不要哭哭啼啼。那我们，哎，我们不要表现的像那些个专业的说相声的一样，不要哭。啊，我们要用笑声和掌声送师父最后一程，我听着都新鲜。哎，来鼓掌！好家伙，大伙儿都鼓掌。嗯，有俩徒弟媳妇儿乐得都背过气去了。嗨，至于不至于？大伙儿冲着老头儿一提，耶！啊，耶！他再坐起来，还有俩徒弟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又来了。这，哎，好，赶紧照。哎，对，哎。玩多热闹，这东西！火葬场看门的大爷说了，说的是这老头准是他们给弄死的，哎，没他们，我一人弄死的，要不然不能那么开心啊！好家伙，虽然说老爷子去世了，嗯，但是留下这个余孽，这个哎，说清楚了，那个姓余孽，那个姓包孽，不，您就别褶着说了，对，好，行，徒弟就说快不快？哎，呵，够快，留下这个徒弟呢？这个，徒弟干嘛呀？不是吧，徒弟留下这个徒弟呢？发扬相声，哎，这话对。高老师唱一个，啊，你想，各位您别觉着本来应该我唱，但因为我感冒了，啊，就得高老师唱。啊，我唱一个，这高老师跟我师傅学。这，高老师刚在后台啊，唱了句现代戏。我最近迷恋这个，我可没想到啊。什么呀？他怎么唱的那么好？我这不练的多了吗？调门也高。试试，你刚才唱了一句叫什么来着？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啊，还真听见了。哎，那高啊！嗯嗯，您给大伙儿来句尝尝好不好？我在这儿来一来啊。没问题啊，我开始唱了啊。这个现代戏啊，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。你看我让不让唱啊？我突然间很想跟您一起合作。我这是突然间的想法。哎，哦。但是我呀，嗯，我给你出一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我唱前半句。我呢？您接最后这一轻松哦，高腔是我的，好不好？那更好了。哎，对，您有个要求，您说，你起这调的时候稍微高一点，嗯嗯，要不然我唱不痛快。罢了，上海可不是一般的地方，那是吃粮场纸醉金迷，没错，京剧的窝子，好地方。哎，秦腔、河北梆子、枣茄糕都这儿发源地，哦，都是这儿发源的，你没想到吧？哦，这还长学问。李六，嗯，是个调门啊。啊，您来了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，就是这词。要，不行，不行。什么玩意儿？你怎么了？起高点啊！感冒所以了。不行，再高点。好家伙！要你舍不得唱啊？是怎么着？你高点能怎么着啊？高老师，高老师，这哎，拦您一句，他唱太低了，我还低呢，我就要跟您说这事儿呢。这还一人呢，你看，刚看见，我把您忘了，把您忘了。忘了像话吗？大伙儿上来，老太太，您说吧。什么叫老太太？我跟您说，他这调门已经不低了。那是对一般人，对您也是。您别忘了，您接后边那是高八度，对，翻上去唱，对对对，那比这高多了。他这调不低，可以了。到时候您得翻上去。你啊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这不提醒你一下吗？你这倒霉模样，站着旁边瞪俩肚脐眼，你干嘛呢？什么话呀？他唱前头，我接后头，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，我也唱不上去。对呀，你今天来到上海了，又刚过新年，是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我让你啊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。哎，看玩意儿，我碰不上好人，我这也是命。你要是下刀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我的裤衩儿？哎，您得给我来一照片啊。没有，嗯，来来，高点高点，一腰再高点。呦，再长一调，呦，再来来，呦，哎呦，嗨，整个一老娘们儿，来不了了，赶紧找别人，尽你所能吧，哎，嗯，呦，呦，这就行，这就行，学那泰山顶上，哇，您这做法，一轻松，那儿呢哈，那儿呢。注意啊，是注意着呢，一轻松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真有点谭元寿的味儿。行了，行，谁跟你握手了你？
要脸不要脸还握手呢，你这人不你先伸的手吗？我伸手拦着您，别让您跟观众这要掌声了。怎么样，唱多好啊？好什么呀？哪点不好啊？哪点好？您这都出来都大便干燥的腔啊，去这怎么了您这干嘛？这路语言唱多地道啊。地道什么？根本就没听见。咱白唱了，人家没听见。什么？他没听见。什么？他没听见。哎呀，你声音太嗨、哎，有点意思吧？太棒了，对、哎、是吧？那咱们再来一个吧？啊、哎，对对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啊、嗯哦，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，认真听啊，这我听着呢。穿穿好，保持林海，嗯嗯，跨雪原，气冲，嚯，吃撑着了这个，哦那儿啊啊哪儿啊？霄汉啊！谢谢，怎么样，落一整脸，你看这回您拿这当整脸，挺好你、啊、行，好不好？这个您给评价评价，我评价，您帮着我提高。反正要是您这艺术用网上最流行的这么一个网络语言来形容，很恰当啊。怎么形容啊？就是蛋疼啊。什么话？你这你是不是下刀的时候拉歪了？我故意闭着眼睛了，老有话说，盲切，对，盲狼啊，对，高老师，我们再唱一个吧，哎，我还上瘾了，我可爱跟你唱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嗯，嚯，都开始了，你看，来吧，哎，走，什么戏？你这是，对，嗯，你早点问呢，我忘了。您再唱一个，我再给你编一个娃娃。哎，太好了！红灯记，狱警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监，出监是我的。是的。哎，这回彻底没声了。有花，有花，好鞋，好，皮底里服泥面，对，看出来了，41号，四三的，嗯、四三脚那么大。哎，对，我穿41的，他可能42。谁问你了？你们唱不唱？说鞋呢、啊啊？这回怎么样？满意不满意？你先非问我是吧？你看这有进步啊。哼，这么说吧，啊，就您这艺术啊，是这儿要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。嗯、你这人呢，太不等着馒头，我拿馒头去。你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哪有馒头啊？你，我跟您说啊，您别轻视艺术。哪有艺术啊？一般人来不了呢，还谁都能唱是吗？多新鲜呢！你能来吗？谁都能唱，我怎么不能唱、啊？那太好了，大伙儿鼓掌，让他来，来，你管什么？你说这杠台子都没意思，老师，你说高了我上不去，你不出声谁来不了啊？来吧，于老师准备好了吗？您这个玩意还用准备呀、啊？哦，还玩意？您这话、啊，您喊嗓子吧。哎，啊，嘿，还行，还行，在家、哎。这怎么是我袜子味儿了？呵，好。好的，来吧，来试试调门啊！哎，哎，啊，你再高一点，哦，啊，尽你所能吧！啊，你学我这就好不了，你知道吧？听着吧，哎，我们马上就开始了啊！哎，一见公之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。Please, it's your turn. 嗯，あれからございます。他往这道谢来了，来呀！不是这这，关于馒头狗都能唱，不是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是吗？哦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那、哎啊、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哎，不谁都行吗？废话，刚才就看不起。废话，你们这叫缺德，知道吗？哪点缺德了？本身这段调门就高，是不矮啊。那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，真正高的时候谁也唱不上去。嗯，要不我试试？你瞧，好，爱人有型的。好，你试试，你唱。主要是感冒很严重，未必唱得好。您客气了，您唱啊，您唱头里，我给您接后头。哎，我起调门，是高点起啊。你听好吧，来吧，啊，嗯。还没唱呢、啊，差点给我吓回去。那位嗓门也不听着啊，来来，高点门啊。嗯，
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着本宫喜新鲜，站立宫安门，真好。嗨，捧我干嘛呀？真高哈啊！你原来是不是在宫里上班？哎，说这没用，接我这唱，再来。站立宫安门，叫小凡。主要是感冒，要不还得高。我跟你说，哎，这话不假。嗯，谢谢吧。嗯，这个感谢上海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厚爱。是，每次来的时候都是满坑满谷，大伙儿都是从头坐到尾，哎呀，热烈欢迎啊。嗯，这份情谊我们记在心里了。是，嗯，可能熟悉的观众看得出来，现在演出呢，出来助演的除了高老师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哈，嗯，濒临去世的先生了哈。哎，活不了，剩下竟是年轻的演员，对，小孩啊，我看你们大伙儿也很熟悉，把他们叫出来，这个大伙儿玩会儿啊。嗯，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啊。啊，从那边开始。哎，高峰高老板，我的爱徒栾云平。这边是九字科的徒弟高九成，张九南，何九华，尚九西。主持人是我师弟相声泰斗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都往前站，咱们给大伙唱个大西厢吧，好吗？嗯。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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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办案人等上了伯龙马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一心赶好够奔东京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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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走过三里桃花店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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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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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，哎哎哎哎哎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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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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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，哎哎愿诸位阖家欢乐，很火爆。今天也都明白什么呀？来了这么多的朋友啊，看谁来的呀？谁呀？看我师父郭德纲老恩师，还有于谦于老师，人都是名人明星，我们就是个人名，就是个代号，好多观众都不认识，不熟悉。也许有观众啊，嗯，他也许知道一点儿，了解吗？但也他不知道。哦，不太了解我们，是需要简单的先做个自我的介绍。哎，得说说。好，我叫张鹤伦，是他啊，德云社的一名小学生。嗯，不像我师父啊，你上台来。小学生没有必要鼓掌，你小学生，真是你能不能跟个人似的？不是，咱不得谦虚一点吗？谦虚，您这模样跟小流氓差不多了。小学生啊，不值一提。这倒应该谦虚。嗯，旁边的这位啊，到我了，不值一提。我连名字都没有啊。咱不谦虚一点吗？您谦虚该说也得说呀。自己说，
那您不是说一块儿介绍啊？我在琢磨，我琢磨在台上不能宣传淫秽的东西。我这名字是马赛克是吗？就是人都说大黄太黄了，听不了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哪个呀？那不是这名字呀。他姓什么？姓狼啊。你说一人的。我这狼不是那四条腿的呀。哪个？这耳刀旁的狼啊。姓那个狼。对，人有姓狼的哈，就这么惊悚。这怎么惊悚了？怎么没有姓狼的呀？百家姓当中有姓狼的呀。百家姓当然有了，您会百家姓吗？赵钱孙狼。赵钱孙李。没有啊，往后念呢。周吴郑狼。哎，周吴郑王。没有啊，往后念。冯陈楚狼。你再把我楚瞎喽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往后念。再往后啊，不会了。不，这百家姓就会三句十二个姓是吧？那你哪个后边有一句稀饭蓬狼？稀饭蓬狼。对，这么说您就是稀饭蓬狼先生。您好，我一人四个字的姓是吗？那是什么？稀饭蓬狼的狼。稀饭蓬狼的狼。对，姓狼这个很少见。哎，确实不多。 也有人类的名字。是，我本来就是人类。叫什么呢？狼鹤炎。不出名。哎，名气小。因为我们名气都很小，说出张鹤伦来大伙儿都很安静了，说出狼鹤炎来、一点掌声都没有。不是说好的没有吗？我没想到这是我第二故乡。不是，大伙可能误会了，我重来一回啊。干嘛呀？我叫张鹤伦，他叫狼鹤炎。我跟谁呀？这是怎么到这儿还控制不住局面了吗？你不知道我们山城人民都很火爆吗？不要闹啊！啊，就对不对？我好几天没杀人了。嚯！真的，您到底干嘛来的呀？我干嘛来的呢？你碰我一下。我碰一下就躺这儿。您跑这儿碰瓷儿来了？那你管着吗？不像话。不是明星大腕上台来，为什么头一个开场啊？嗯，就是缓和一下尴尬的局面。哦，您不觉得已经很尴尬了吗？倒是没有。嗯，人都是来看明星看大腕的。对，张鹤伦、狼鹤炎不出名，是对不对？观众不认识，所以说需要三两句话让大伙熟悉一下，了解一下。听相声都知道，德云社人就听郭德纲，听于谦，那是角儿啊，这是名人啊。嗯，好，还有我们来说吧，向人家学习，努力。老话也说嘛，没有一口吃成一个小黑胖子的，没错，都得是慢慢的努力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怎么了？小黑胖子。这老词儿都这么说吗？老词儿怎么是小黑胖子呢？那怎么说？一口吃出一个胖子。这不要着急、啊、慢慢的努力，慢慢的学习。哎哎，那就是过程。说学逗唱来讲、啊、这是演员的基本功，四门功课。首先得让观众知道你会什么。哎，得是嘴皮子得干净利索。您就说这说，当然了啊，行业都有那个好多的那个基本功的训练。哦哦，绕口令，绕口令啊，对不对？它简单的什么红驴驴绿驴驴驴，像这种，你这怎么都是驴呢？红驴驴绿驴驴驴，鱼哪儿去了？不是话筒的原因听不清。哦，话筒的原因听不清。话筒的原因不是红鲤鱼绿鲤鱼与驴吗？哎，我这个话筒为什么这么好啊？这观众都知道，这多简单，基本功的绕口令能不会吗？这是不难呢。别的呢？别的还有什么？门后吊吊吊吊吊吊着。门后吊刀刀刀吊着。你们听过什么呀？就好。可能您这话筒是有问题。门后吊吊门后吊吊干嘛呀？门后吊刀刀吊吊吊着。您这刀都吊沟里去了。不说这，不说这个，好不好？啊，还不说，换别的。钓鱼那个会说吗？这我知道，钓鱼要钓刀鱼，钓刀鱼要到岛上钓。这个得说快点，钓鱼要钓，哎，那个等会儿，钓鱼要钓钓，钓鱼要钓刀鱼，钓刀鱼要到岛上钓，对不对？您这岛我没去过。你会去过的啊。
多吓人呢、啊！不是绕口令吗？哦，嘴皮子干净利索，那是的，对不对？讲究这个吐字发音，得清楚，得清楚。人甭说坐在这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、五楼、六楼，朋友都得听得见。没有那么高层的，管着吗？啊！但是这是说嘴皮子干净利索，是。再有就是学。学包罗万象都是我们学习的范围，什么都得学、啊、学说学唱学表演，不错。有人说了一说学你先想到学唱啊，这就差一点了，是吗？对不对？本门的唱什么呀？您说太平歌词，哎，这算唱。对，咱一说这个太平歌词，这个舞台上很少有人唱，唱的不多了，太老气了，是吗？现在年轻观众居多，嗯嗯，不爱听这种老气的东西。哦，但是本门的东西你得会。您会吗？简单来两句大伙听一听。您唱一般也就我师父在台上唱这个太平歌词，嗯，我学学我师父那感觉。您学学郭老师，对对对，太平歌词在台上那种霸气的感觉，咱看看。来点天为宝盖，地为池。哎，不像，不像，可能高了。天为宝盖，你把这，你把他，你把他给我立起来。我老以为我师父用前列腺唱的，像话吗？怎么了？我说不像，就是因为个儿不像。同志，唱的不像，这您这调门不够。师父调门高，哎，唱的也好，是，对不对？咱学学一点点感觉啊，啊，来两句啊。天为宝盖，地为池，人生世上浑水的鱼，父母养儿鱼，拴着水，子孝孙贤谁养鱼，人生在世非容易，那气化清风肉化泥，龙游浅水是刀下戏，那葫芦平阳是被犬欺，得了志的礼貌换四个虎，落了魄的凤凰就不如鸡。我一言唱不尽这劝人方一个小段的，我是愿诸位那居家欢乐是守于天齐。好，这是本门的唱，哎，劝人方再唱什么都算是学唱了，哎，都是学了。就比方说学唱来说，很多人都说唱歌、啊、歌曲，年轻人居多嘛，那没错，流行歌曲谁都喜欢，是是，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，您听，对于流行歌曲来说，我枪呢？什么？我枪呢？枪？哦。怎么今天海底下还有安检的人员啊？没带，今天没带着，知道吗？哇、哦，知道吗？今天先饶我不死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演员就是倔强啊，没有必要这样。嗯，作为我们九零后的孩子来说，韩语韩语，给你们个台阶，不能给我一个台阶吗？这给你一台阶能摔死你，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啊？作为我们八零后的演员来说。哦，这个我也没有想到。听好了，八零后，我八五年的。对，是。八五年的。别别别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哎，别别别别这别这，大伙儿大伙儿，咱们也都冷静一下，真的，这个我得替他说两句了，咱们都冷静一下，他确实是八五年的，不不不。他真是八五年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干的事我知道，您知道吧？啊，当时我今天不拿枪突突死你，我跟你说，不是没带吗？不是，今天把你头发给你薅没了，你信吗？你要能给我薅出来，我算谢谢你了吧？您怎么不让人说话呀？会聊天吗？我这不救你呢吗？救救什么了？我这不说了吗？你八五年的，我清楚我干的那事儿。你干的什么事儿啊？你瞧瞧，那咱们一块儿进德云社填履历的时候，我写的张鹤伦，1985年出生，是不是我干的这事儿？我没以为，
没以为哈，今天我也没觉得我有那么大能耐。哎哎、啊，先饶你不死。行，先活五分钟，活五分钟啊！好好聊天啊！这你还得戴孝帽子，这样容易有生命危险。嗯，不要这么聊，真是85年的。哎，对，真的长得略显做旧了一点。他做旧，对，但是做旧，长得做旧了一点吗？你以为你那脸是青铜器让尿呲了是吗？你们家都这么做旧，拿尿呲青铜器呀、啊？废话，谁说自己脸是做旧？长了老气了一点儿，你就说老成就可以了。但是心态仍然年轻，那管什么呀？跟那帮人唱的就完全不一样啊！您看不上人家？你像我师傅他们那个年代啊，哈呀，都老派的歌手了啊，是，听的歌都特别老哦。因为每个年代听的歌都不一样。您给我们说说，对不对？现代人都喜欢什么呀？啊，什么那个小鲜肉的年代？长得漂亮。小白，那个什么李，这个叫什么峰峰，知道谁吗？峰峰是谁呀、啊？人都是李易峰。李易峰叫峰峰。韩寒，韩寒我知道，那作家嘛，对吧？还爱开赛车，个儿不高。然后，鹿晗。鹿晗叫韩寒。你们叫露露。我们叫杏仁儿。哎，韩寒。芊芊。于谦，对吧？哎，那俩我都没猜对，这我肯定猜对了。那于谦烫一花卷头，弄得跟泰迪似的，好家伙！哎，你这，你这么说有点糟践泰迪，我告诉你啊。啊，你给他烫上头，那就是于谦。怎么说话？那芊芊不是于谦是谁？薛之谦呢？那于谦叫小鲜肉吗？那于谦，我是不是于大爷和我师傅那都老腊肉了。对，都属于肉松。你要这么说，咱俩真回不去北京了。真的，你看我师傅来说，哎，平常你别看他总啊穿一些流行的东西，想往年轻的去打扮。哦，捯饬。长得太老了，平常总穿那个叫什么纪梵希呀。啊，纪梵希。他穿身上跟贵人鸟似的。对。以后你说单口啊。好，站台上30分钟，我死4年了，实话嘛，不像话。这个脸很重要，嗯，看脸的年代嘛，是，对不对？人都喜欢帅哥，杨洋都知道吧？杨洋，这我知道，终于知道一个，不可能说错了，短道速滑那个，对吧？大杨洋、小杨洋，俩女的。你怎么不说懒羊羊、喜羊羊呢？那俩不是村里的吗？你这是屯子里的呀？不是，那这杨洋又是哪个呀？拍电影那杨洋。三生三世那个，这歌都有吗？哦，三生三世我知道，三生三世大伙都听过，对不对？对对，那歌什么一点都不会累，我已经跳了三生三世。您等会儿，不是还有一高腔、三生三世？谁踩着你肾了是怎么的？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。哪有高腔啊？这不是三天三夜吗？人总共就唱3天，你唱三生三世。反正流行歌曲，人家是凉凉、啊、凉凉，对，都那个。入夜渐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。嘿，你在某处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悠悠桃花两前世，你怎舍下这一海？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疼不痒，不坚强。全是家乡，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。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翩翩芳菲。哎，您这没有啊？怎么了？这是太高了，自己唱高了。再喊一声我听听。我呛啊！别找了，我呛啊！别找了，掏出刺。行行，可能你那枪钓鱼去了啊。你枪才钓鱼去了呢？不是，人家专业歌手
才能唱得这么好。这调门起高了。我要是唱得好，我不也参加我是歌手去了吗？哦，我是歌手，对不对？咱说两句话，岳云鹏还去参加我是歌手了呢。对，他跟李健两个人吗？哎、那调跑的、您没事干嘛黑人家呀？不提他啊，哎、人唱那个这歌来说，专业歌手跟我们唱就是不一样。人家有修为，对不对、嗯？唱歌来说分很多节奏，很多曲风。对对，对不对？你像说有流行的啊，摇滚的，嚯、哦，蓝调的，嘻哈的，瞧瞧，都有哈，都会吗？中国有嘻哈啊，是是。对不对，你有 freestyle 吗？我有 Facebook， 我 freestyle 干嘛？真的吗？中国有嘻哈，有个叫什么 gay。盖，重庆叫重庆魂，听过吗？没听过。润中华，英语系，头发越短越牛西，将地盘假冒居，再大的厂我都不得虚。重庆城，红颜魂，风都江边过鬼门，解放碑朝天门，风水好你帮修左门。汉墓是社会上的歌，不是山城我不得喝，反正我请不到能多，狠火直接往你身上割。老子脾气暴，心眼小，你要惹我就容易丧失理智，要么死要么滚，反正好话老子们只说一次。软中华，英语系，头发越短越牛西，抢地盘假冒居，参加的唱歌都不得虚。重庆城，红颜魂，风都江边过鬼门，解放碑朝天门，风水好帮你修左门。是不是这两天吃辣的吃多了？唱就唱，您抖什么呀？歌啊，啊，这都不懂了吧？哦，这都太难了，对你来说。怎么就难了呢？哥，回家好好学学吧，小表妹儿。小表妹儿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慢慢理解啊，慢慢消化。哦，这都得慢慢学呀。嗯，入乡随俗，好，知道到哪儿学哪儿的歌，接地气，对不对？你得了解现在都流行什么，大伙喜欢什么。有人还知道当年还不是说当年，今年还有成都啊，对不对？也是咱们这赵雷这边的，嗯，唱的也特别火。但是我相信如今可能有点唱烂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唱的太多了啊，这人的也很火。民谣歌手嘛，民谣魂，当年唱的好多歌，他还唱了一首叫《画》。嗯，知道吗？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，哎哎哎哎哎，是不是又起高了？啊，为寂寞的夜空画上。您这老赵雷在沟里唱，我愿意吗？我愿意起高啊，起高。是说，人民谣歌手，嗯，还有一位叫马迪，啊，马迪，南山南。对，你在南方的艳阳里，大雪纷飞。我在北方的寒夜里，四季如春。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，我要忘了你的眼睛，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。很悠扬，嗯，民谣的歌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位叫宋冬野，啊，这个缺点咱们不提啊，对对，他的缺点，这个咱们不提了。还不提呢？缺点应该您还要怎么不提呀？缺点应该得到批评，这都学出来了。但是优点值得肯定，唱歌好，沧桑的感觉，对，低沉的嗓音，北京范儿，北京爷们那种感觉。哎，学一学他的董小姐。哦，董小姐，董小姐，完了，那是董大哥。别闹啊，董小姐不是你。董小姐，哦，今天董小姐包场啊，这么多呢。嗯，董小姐，你的鼻子有两个孔。哎，不不，您唱这是董小姐吗？我要不搅和乱不了啊！你唱这不是猪八戒吗？这是。董小姐，仨小姐，你熄灭了烟。说起从前，你说前半宿就这样。不是，啊，要不说还是你董小姐。我不太懂小姐这个歌。不不不，你太懂了啊。
也不行。这家伙这个时间分寸把握的，不是前半宿，那是什么？前半生。一个字儿不累，那不能一个字儿好，差远了。你西董小姐，你熄灭了烟，说起从前，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，不光你要钱。啊！董小姐，你可知道我早已经习惯了免单，你突然找我要钱，还觉得你有点不要脸。您这霸王餐都吃到哪儿去了？都是，所以说我还是不懂小姐。你太厉害了，以后我跟着你混算了。那你得去多理解理解。我不用理解了啊，这是董小姐人这歌啊，好好唱。咱学的可能不是很到位。你学的比她体贴。因为说什么，总跟我师傅在一块儿，难免接受一些传统艺术的熏陶。这倒对，对不对？听歌来说，咱也听传统的。都听什么呀？听这些传统的，比方说像什么这个有一个这个。渴望的主题曲啊，敢问路在何方，对，像这类的歌曲谁说的呀？我师父天天哼唱。你不瞎听吗？他总唱着敢问路在何方是西游记的主题曲，可能跟渴望没关系。人家唱的是一首，那这是不是人家是两首，一首两首嘛。你听着呀，嗯，他这么唱的。你挑着担，欲说当年好困惑，迎来日出难取舍，他凭坎坷成大道，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？几首？一首。好好说，要不会影响你的工资的。不是影响不影响，您这唱的两首拼一块儿，老歌啊，老歌，您知道？您不太懂我妈妈，这种像什么老一辈的歌曲能懂吗？谁不知道啊？我岁数比您还大呢。远的不说，咱就说《西游记》啊，《西游记》怎么了？《西游记》里边经典的歌曲太多了。是啊，主题曲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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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啾啾啾。这您就不用学了，总共这词儿就俩字，一个当一个就，你学它干嘛呀？还有新版的呢。新版什么呀？刚逮住几个妖，哦对，又逮住几个魔，嗯，魑魅魍魉怎么他妈这么多？哎，不不不，气死我了！行了行了，吃干了。哥可以，这就是一泼猴，怎么这猴也是北京的是吗？怎么叫北京的呢？骂街干嘛呀？谁骂街了？魑魅魍魉怎么他们这么多？唱的不就是吗？魑魅魍魉怎么他们这么多？不就这吃俺老孙一棒？您这棒都是在腰缠着是吧？你不得拿出来吗？要拿出来从哪儿？让是大大大大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怎么拿出来的？大大大，不是拿出来再喊大吗？你这大大大砰不就爆了吗？这哪门子西游记呀、啊、这是人家愿意铜头铁臂知道吗？啊，大大啊，铜头铁臂，血淋淋的金箍棒。好，这孙悟空跟脑花似的，你瞧这。你管着歌听过吗？什么歌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歌啊？主题歌啊，白龙马啊，这是蹄儿朝西，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。唱这歌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在很怀疑自己，怎么了？因为这歌我觉得一直不合理，就不应该再传唱了。哪儿不合理了？你看白龙马，蹄儿朝西，对，蹄儿朝西是往东走啊，是，对不对？哦，您说西天取经，对，但不是白龙马不能这么走吧？你学的这不像是白龙马，这白龙马这像是坐轮椅的海马。那这白龙马怎么往西走？哎，等哈，怎么又拄拐了呢？不是，那你蹄儿朝西往东走，你就那你说应该怎么唱、啊？白龙马蹄儿朝东啊，蹄儿朝东没有辙。白龙马蹄儿朝东，驮着唐三藏跟着孙悟空。哎，这也还行啊。这不得研究。哦，这不你研究《西游记》，咱还是研究比较透彻的。还研究什么？前一段时间戴荃唱那个主题歌《悟空》，悟空还记得吗？哦，好听啊，特别好听。这不好唱啊，
月见星河，他又会长路漫漫，烽烟残尽独影阑珊，谁叫我身手不凡，谁让我爱恨两难，到后来肝肠寸断，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，贵一人为师生死有关，善恶到头真假界，恩怨三尽不分明难断，我要这铁棒哟，哎哟，我要这变化又如何，还是不安，还是里头金箍当头，欲说还休，这一棒让你灰飞烟灭。打我干嘛呀？降妖伏魔嘛，我是那妖，我是那魔呀。现在啊，证明咱看的西游记还是比较多。看的可以，您老唱人家的还改编，咱有自己的呀。啊，咱自己也编了一首，自己改编的吗？对了，叫《梦西游》，也是西游记。当然是西游记的、哦、笼统的介绍一下，就是唐僧带着一个猪，嗯，还有一个、你先等会儿，你这已经够具体的了。怎么了又？你说猪能不能别指我呀？指你那么夸你吗？天蓬元帅那没有那个啊，不干那事儿。指你还不行，别指。这唐僧带着一个猪，哎，不是，牛脸儿也不行啊。不没指你吗？那牛脸跟纸一样，这么倔强，那就得抬杠。唐僧带着一个猪，我戳瞎了你。哪儿的事儿啊？不牛脸不指了，眼睛往这边看呢。唐僧带着一个猪。啊！你要中风，你也给我上那边种去。无所谓，就唐僧带着一个，你们懂的，旅游的故事，取经来这么一首《梦西游》。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了孙悟空，手拿着金箍棒，表情还很淫荡。嗯，站在了五指山顶上，陪着师父西天去取经，一路降妖伏魔成英雄，后跟着猪八戒还有沙悟净白龙马，上面拖着唐僧，唐僧一路不珍惜那么多美女，他却没有一个看上的，我怀疑他是个 gay， 去向有问题，他可能看上了我的二师弟。去你的吧，别起哄、好好的好好的。嗯，今天是跨年。哎哎，今年没怎么在这个剧场演过。是啊，我们哥俩是第一场上来给您各位表演。哎，今天头一场。有认识我们的，就有很多不认识我们的。肯定有新观众啊。尤其呢，我们不像我们师傅那么著名啊。哎，大伙儿熟悉爱听。嗯，很多观众都不熟悉我们哥俩。那就介绍一下吧。所以有必要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嗯，再加上还有很多观众呢，陆陆续续的走进来。刚来的哈。哎，做一个自我介绍，跟大伙儿拉近一下距离。好啊。哎，先说我啊。哎，我姓张，弓长张，简体的九，南方的南，我叫张九南。谢谢各位的掌声啊。啊，看这么些给你拍的，你就在最后一拍你就别喊了好吗？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喊张建宇，没别的喊的。一上来你说除了疯狗张建宇，你们还能喊点别的来吗？我听听，渣男，还有什么？老公。我这姑娘真不谁喊的老公啊？真有，我姑娘真不宅神啊！疯狗渣男当你老公是吧？哇塞！哎呀，哇，这条多坏的狗给你当老公，好。还有什么？什么？爸，大爷。喊什么？
还有管你叫大爷的。我听的是喊大，你是我们家亲戚吗？什么东西？哦，张爸爸，我又犯什么错误了？喊什么？我早就你看你长那个样，我像认识你的样吗？你长得还没那底板好看呢，你好家伙！旁边那是你女的吗？那不是。什么话啊，这叫是你女朋友吗？媳妇还是女朋友啊？啊，俩人都不敢承认，是这意思吗？什么关系？大声的喊出来，三千多人也没人拍你俩，怕什么呀？啊，优酷把机器挪他俩前头去，来。对。大声的说。三千多了。是女朋友还是媳妇？敢娶就敢说。什么关系？哦，俩人一看，什么呀？俩人还没确定呢。俩人商量呢哈。问那大姐，大姐那是你男朋友是吧？那是你老公。行，姑娘还长，你别说那女的长还真好看啊、哦！你能看见啊？能看，我怎么看不见？能看见。他没想到你这眼神也挺好，你说这眼神，我眼神怎么了？我光知道你耳朵好，啊，听力不错，你眼神也行，这么长，那、鼻子是吧？啊，你看，你别，我现在骂他俩呢，知道吗？我骂完他俩，我再搞你，你信不信？今儿谁也别跑啊！干嘛就挨个骂人家呀？那么好看一女的找那么老公啊？确实长得挺好看的。恭喜你啊，大姐，现在你有两个老公了啊！人家多的承认你来着。你是觉得他长得不好看吗？没说人不好看，人好看不好看？好看。恭喜你，现在你有三个老公了啊！怎么说一句好看就是啊？哎呀，行了，介绍完我的名字了啊！啊，说了，没有什么掌声，反正比原来好。哎呀，又一阵零星大雨。我虽然说掌声不热烈，但是我也挺开心的。我可能是被人骂惯了，啊，听掌声不习惯。介绍完我了，介绍一下旁边这位，坐我吧。啊，这是我的好搭档。哎，介绍完毕。我们哥俩呢？哎，从事二零。停！怎么了？介绍我了吗？过好搭档就完了？哎，有必要介绍吗？我名字呢？六对九梦吧。拜拜。啊、有乐的，有知道那看过哈。天天喝酒，我倒是平常爱喝的，但不是，这不是我的名字呀。今天喝多了，指着张鹤伦跟严鹤祥叫我成哥，他干出的事儿。啊，那你这喝多了，那谁也背不住。没有必要介绍你的名字。怎么呢？今天跨年，你看今天演出阵容，师傅于大爷，剩下都是云字的，太强大了，都没有鹤字的。那你把人家四哥放哪儿了？啊、哦，咱们算的是逗哏演员，行吧？云字的烧饼、岳云鹏、高老师，高老师也云字的。你我那意思是阵容强大，哦、对不对？连鹤字都没有，鹤字最知名的两个张鹤伦、孟鹤堂，都今天都没有出现，真是让我们哥俩是临时替别人来一场，所以我们哥俩这本来出来就是给大伙一个进场坐下的时间。你介绍完，其实你没明白师傅那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不是让你上台演出来了。什么呀？门口安检。你零啊！你看大伙儿都欢迎你过去，挨排给查一下。哎呦呵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过得挺不顺的，知道吗？闭嘴！半天了没完没了了，真有我脾气好呢。你听你在说什么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他们花那么多钱买的票，他们骂两句就骂两句了，知道吗？我劝你今天不要再踢狗，你今天给我离狗远点，听见了吗？干什么？啊？你就作吧，你就作吧。看看这玩意儿，你出不去这剧场，你看不见今天晚上的月亮。你这玩意儿，你老要吃它干什么？那师傅也不是不管饭。哈，你看你，哎，你看骂我说这几个姑娘乐的啊！我看月食，你这几个大哥乐的。我发现就是我现在说什么包袱都没有人乐，凡是捧着说一狗这方面玩命笑。我们打上台多的说一个狗来着，你是没说狗，你句句不离狗啊你啊！你老我不就半天就说你来吗？怎么叫句句不离狗啊？他这自个儿老往那钻。我怎么了？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快疯了，习惯就好了，习惯。别介，习惯就好了。那你这么着，你好好的说说我的名字。介绍完你名字没有掌声怎么办？我怕我尴尬。哎
你这是还没说呢，这不是？是还没，他们多坏，你琢磨、啊、怎么会呢？现在说介绍完你没有掌声，他们先拍，那你觉得？哎，他们台下议论啊，看那死胖子肯定觉得，一会儿介绍完的咱们依然会给他鼓掌啊。哥几个，咱别动啊，咱气死他。真介绍完、哦，人家是这样吗？真介绍完你会给你死一般的寂静。我觉得够呛。好，试试，试试。哎，我发现今天捣乱的都出现在这边。哎，你说说，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好搭档，叫做高九成啊，谢谢。哎，好，呀呀呀！哎。你看你这不灵了，不灵了！我给你带，我怕我给你谁？哦，喝着，这你刚才是你给我带进来的。我这啪一说，这全德云社只有我张九南有这拖拉机发动机。哦、那你来再说一遍我的名字，再说一遍。我的搭档叫高九成。手，什么把我拖拉机偷走了？这有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没意思啊，没意思啊！这现在你们都跟他在一块玩了啊。这是我的好搭档，叫做高九成。嗯，哎，张九南，高九成、嗯。我们搭档今年大概是有这个九年的时间了。哎，关系是越来越好。是，拿我成哥来说吧。嗯，现在他也是越来越好。怎么愣了我啊？越来越好不好啊？好，我这跟你比还差点。哎，你不要跟我比 啊，咱就拿你跟原来的自己比，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？那倒是，结婚了、啊、也生子了啊，家庭幸福，婚姻美满，没错，有一个好媳妇儿。哎哎，各位你们是没见过他爱人啊、嗯、真的是贤妻良母啊。你知道，我当然见过了、啊、哎，我见过他媳妇儿。具体啊，可能有的观众会认为，就是说高老师这个人比较憨厚，他老实，比较老实。嗯，这怎么能追到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呢？啊，我给各位讲一讲啊，他追到他媳妇儿，这是有故事的。那你给大伙说说。这是在我记得大概是5年前吧，哎，差不多。哎，我师父师娘啊，每年都关心徒弟们、嗯，就每年都组织我们这些徒弟们呢去产检、嗯。对了，因为什么呀？啊、你说说相声、啊，关心的有点过了。他总是熬夜。对，也凌晨3、4。行了，怎么了？咱们集体让人给侮辱了。这我不德云社一帮大老爷们一块产检，那像话吗？检查身体嘛，就是验那叫体检。我记得有个产检吗？产检那你赶不上啊。嗯，体检对什么这个血压呀，哎，三高啊，心肝脾肺肾呐，他很多，对吧？我检查的时候，这个检查脾这块大夫就给我拦下来了啊，那脾不太好，不、哦、哎，准备自杀吧。对啊，脾不好这就别活着了。他当时是验这个什么，就是验心肝脾肺肾，完了验血、验尿、验大便这一类，这都得验。哎，就赶上这个嫂子了。嗯，嫂子当时这个医院的一个护士，没错，就负责检验类的。哎，检验科嘛，啊，验这些大伙儿都验过。谁的检查身体不验这个？常人就都会检查。是，有这么一个那个塑料的小瓶儿，对吧？啊，透明的又不透明的。嗯，哎，拿着这个你去接您那检验物，然后回来给人检查。对，高老师拿着这就去吧。当时他一眼就相中这个女护士了，哦，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媳妇儿。对，当时是一见定终身呀，就觉得瞧上了，必须我得娶她，嗯，必须我得跟她认识一下。哦，想要跟人要一个联系方式，嗯，可是他就聪明，哦，他不能直接去说呀，直接说不行。你怎么去？你过去那个，你好，我想要您一个微信，你看方便吗？这太直接了，让人姑娘觉得太轻浮了。就是哪有这样的，一点都不稳重。是。他就聪明，他觉得啊，他是什么工作？相声演员，说相声的。他跟人护士开一个小玩笑，哦，博取人护士一乐，逗逗他，哎，一个好的第一印象，趁机要一个联系方式。那我跟他开什么玩笑啊？拿着小盒，应该去盛自己的检验物啊。上厕所啊？没去厕所。那我医院门口找了一个卖烤红薯的，干嘛呀？哎，老板，给我来烤红薯，嗯，要一个那个大个的。哎，红瓤的那种感觉呢？哎，红瓤。买完之后，先把皮儿都剥开，嗯，抓了一大把，揉，还揉，你攥攥攥，啪往里塞，我放这盒里，填满，嗯，填满，用手指头呢
勾出螺丝转的形状来。胡说八道，这是我的事儿吗？相声不都是编的吗？你别老把平常你爱吃那个往台上说，知道吗？改不了这个。哎，不是有意思吗？高九成，没意思，你老吃它干嘛呀？谁吃它了？谁？我为什么在台上说这些东西？你说这干嘛？你说我为什么还老说你的事儿？就虽然说是编的，你想过吗？你想过我的良苦用心吗？你跟我聊着天挨着吗？你就会这狗一个字，你随时随地喊是不是？哎，我看看是哪个老娘。你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你再跑，我涮你了。你吓唬人！我不动了。你刚才你就说，再喊我拿鞋，我飞你，你信吗？啊！啪，拽你脸上。台上脱鞋，你这台上脱鞋怎么了？脱鞋不好。我倒想脱别的呢。脱大褂，脱大褂，脱。脱大褂还怎么演出？哎哎，我没见过，我没哎。你要说女孩喊啊，脱呀脱呀，可以理解啊。一个大哥脱呀，来呀，让大爷看看，看咱俩谁厉害，来呀。哥们儿差的不是钱，哥们儿今年挣钱了，啊，哥们儿差的不是钱。哎哎，我就不爱听你刚才说这个字儿。哪个字儿？跟他说这个，哥们儿今年挣钱了。你挣钱，你挣钱，你跟人谝什么呀？不是他说加钱，我挣钱。你现炫耀？我不是炫耀，啊，我也是希望您越来越好。你也就光希望吧。啊？没有，挣完钱今儿上午这跟我们这显摆来了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哥们瞧瞧这德行，还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我这别照他了，我瞪不住了，一会儿。你放心，那都合理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肯定交。不是你挣完钱，你跟我这吹牛来了？哥，你说今年显摆显摆没有？我没挣钱，没有你火，没有，是不是？哎，怎么了？啊！我说我跟他逗着玩呢，我今年也没别的。跟他逗玩，我怎么觉得老说我似的？没有，我就是上一团综，没别的。然后后边青春守艺人52期都满了，啊！天津卫视不还跳一舞什么的这那的？然后今儿和别人还有一戏什么的，啊！你演吧，我走了。你别走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也希望废话，你哦，你就是显摆，我也气我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也希望你越来越好，我也希望你能挣到钱。可是那你希望我好，这不都你挣了吗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没有像我一样走到今天？对，你是因为这个吗？ 我没咬人。好，我跟师傅申请，以后北展我不来了。那你是你今天你们人多，回小剧场300-400，你看我怎么干你们，你试试。哎，大剧场我的功力减少30%，知道吗？不是，那你是不是因为这个？我跟你说，哥啊，你没有我今年这些活多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你分析过吗？是因为你捧哏。我捧哏，我学的就捧哏啊。你觉得你捧哏好不好？大伙儿说，你们觉得高九成的捧哏好不好？答案都是正确的，没有一个人说错。他就是因为捧哏太好了，所以才没挣到钱。不是你说这话我不明白。行，捧哏都好了还不能挣着钱，解释一下啊。大伙儿可能呢都听过我们哥俩的相声啊，如果没听过我给您说一说。嗯，高九成的捧哏不争不抢不闹不折腾，对对对，甘于做绿叶，哎，烘托我辅佐我一路走到今天，就应该这样。就是因为有高九成，所以才有张九南的今天。张九南自己认为这个世界上适合张九南的捧哏演员只有高九成一个。哎，你今儿这话说的太透彻了。但是这么透彻，那我这做的也对，那我怎么就不行呢？但是哥，就是因为你捧哏太好太正了，所以你没有吸引别人的目光。你太就正，说简单点，你不会抢戏，你懂吗？不能抢戏。那老先生教的时候，就是你捧哏就得绿叶，你得捧哏嘛，你辅佐你。你抢戏，你永远辅助你。抢戏，你永远上不了团。我就出一宝石。你跟我玩王者荣耀呢，是不是啊？你随便出去打的。我是说，你捧哏，你永远上不了团综。你说上团综的要求是什么？
那是我捧哏的事吗？那是你没带我去，跟我有个屁。人家都一对一对去，都一对一对去。怎么就一对一对？饼子，啊，烧饼曹鹤阳啊，郭麒麟、杨鹤阳。哎，人杨鹤阳搭档可没去啊。杨鹤阳是捧哏的。啊，对啊，人杨鹤阳搭档没去、啊。他搭档没去，他是搭档逗哏的。那应该你不去，我去啊。是不是？团东里有一次师傅还问我来着，说那个最近九成干嘛呢？我说三里屯演出呢。我说那个你要想九成，我能不能带九成一块来团东？你猜师傅说什么啊？说好啊。哎呀，你看他来你就滚。哎，你看看，就你站我那地方了。不是，是你没有学会抢戏。我抢什么戏？那他们都不拍我。你看那抖音了吗？看了。看了吗？看了。那抖音就是，哎，俩人站在一块说相声，就拍这边一边一半，这边没有。对口相声，这边就听个声，这边有人有画面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不会抢戏，你得抢戏。捧哏的不能抢的，那怎么抢的？词儿就设计的不能抢戏。你老按着词儿说，你演一辈子你也是一学员。那词儿传统相声就得按词儿说呢。你这样吧，咱们今天当着大伙儿啊，咱俩演一段，咱俩当时一块学相声，高老师教咱俩那个变化叫三五句话，好不好？哦，你说那个打灯谜，大伙都听过吧？之前一个小电话，两分钟。这个咱演一段，按照词儿来。行吧行吧，按照传统的来啊。行吧行，大伙儿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传统相声。怎么来？看我们哥俩基本功怎么样。从哪开始？从上场开始。上场啊，来一位。哦，行来上场就到后边，就这儿吧。来开始吧。哎，你看这个相声演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。哦，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呀？首先说这个脑子得聪明。哎，我脑子就聪明，反应得快，我反应就快，还得有学问，我就有学问，还得没羞没臊，我就没，你就没羞没臊，废话，说话呢？我在这儿介绍相声演员的条件，他在旁边，我脑子就聪明，你聪明什么呀？我就是聪明啊，脑子聪明，对呀。这样吧，当着各位，我考考你怎么样？怎么考？出一道简单的智力测验。测验？嗯，怎么来？跟我学说话，好不好？学中国话外国话标准汉语，学多少？就学三句。三句呀？对了，三十句三百句你随便说，保证错不了，用不了那么多，就学三句。你开来。开始了啊。来，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，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，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，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。错了吧？没错啊。没注意啊？注意了，注点意再来一回。来呀。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，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，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，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。错了吧？没错呀。你这就错了。哪儿错了？我一共让你跟我学几句啊？学三句啊。头两句都学了，第三句怎么不学呀？第三句你没说呢。我说了。说什么了？错了吧？这句也算啊。行了，甭拍了，这都是奖励的掌声，知道吗？这都勉强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好个屁呀。好啊，就是这么演。咱哥俩演按这段演十年能火吗？啊，你在抖音上让人知道是因为这段吗？你在抖音上不是因为天天喝酒吗？啊，不是因为你骂队长吗？啊，不是因为指杨小强叫师哥吗？啊，杨九郎被你刺的一愣一愣的，不都是因为这个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你到后来不是因为你不拴神出门才火的吗？我抖音上我天天让人刷这个，不是还是说我疯狗这些吗？你得抢戏呀。那这个词儿就这么设计的呀，你按着词儿来你也能抢戏呀。这词儿没法抢啊。哎呦，你这他这人就太老实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怎么意思？刚才这段叫三五句话啊，逗哏的词儿你会不会？会呀，会，两边都学了，还搁这美呢。行，你来逗哏的词儿，我来捧哏的词儿，我告诉你怎么捧，行吗？你给我现场示范行不行？行了，再来回。来，上台开始啊。好啊，地太滑了。我刚才上台没摔跤啊。怎么那么多毛病啊？哈哈，呸。
名相声演员呢，得具备一定条件。太对了，您给各位说说，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？这么大声声啊，这是。首先来说，这脑子得聪明。哇，我脑子就聪明啊，反应得快。唰唰唰唰，我反应就快。得有学问。我就有学问呀、啊、得没胸没臊。我就没停啊，你才没胸没臊呢，有这么诋毁你们捧哏演员的吗？这在宫里出来的是怎么着呀？啊，我也别说你不聪明，你也别说你聪明。好，现场我考考你。考考我啊。你要怎么考我呢？学说话会吗？啊，学说话你往这儿瞧，我的脑子反应快极了。是学中国话还是学英格历史呢？他就离不开这个字儿。标准的停，我要先擦擦汗。刚上台就出汗了，你这。继续吧，中国话。中国，学几句呢？不用多学，就三句。三句呀、啊，别说三句了，就是三十句、三句，我也不害怕。不用那么多，就三句啊。好啊，开始了啊，来呀、啊！我吃饭，我也请你吃饭。我吃饭，我也请你吃饭。哎，我喝茶，我也请你吃茶。我喝茶，我也请你吃茶。错了不是？啊啊！不能吧？我为什么会出现错误了呢？你没注意吧？我已经很注意了呀。你注点意，咱再来一遍。注点意更错不了了。好，来。我吃饭，我也请你吃饭。我吃饭，我也请你吃饭。我喝茶，我也请你吃茶。我喝茶，我也请你吃茶。过了不是？啊！明明没有出现错误呀，这就错了。我哪里出错了？我让你学几句啊？三句啊。对呀，前两句都学了，第三句怎么不学呀？嗨，那是因为第三句你还没说呢。说完了什么呀？错了不是？啊！看了吗？抢戏！你信不信今天这段发抖音还是只有我这一半，没有你那一半？对吗？可你说这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这边还是这么说，你是说那些词儿了？对呀。但是他们肯定还看你那儿啊，就是你就得抢戏，你明白了吗？我在那边也得这样吗？你当然得这样，你要是不我这样行吗？这有什么不行的？现在谁还听传统相声的呀？啊，我这么着可以呀、啊？那肯定没问题呀、啊，是因为你是老师，你来不了这个，我才跟你这么说的呀。要不，换换试试？你行吗？我尽量，就按这样的，再来一回，来一回，来。开始。